小林同学征战冬奥表现不俗，也让他在国际排名首度挤进前五名，而现在他的学霸身份也曝光了。身为辅大体育系大二的学生，多益可是考下了710分的高分，甚至能够跟来台的外国球评应对自如，让网友大喊根本就是国民金孙。手上高举宜兰之光，沉默杀手，大家聚精会神，共同集气。就连邻居小孩也打鼓助阵，为小林哥哥大声欢呼。哎呀，他是什么？你的偶像啊？敢不丢出来？惭愧不？惭愧，咱偶像。远在东京的小林选手似乎听见了乡亲呐喊，虽然团体战未能晋级，但是在第二点和第四点林云如单打均获胜。比赛焦灼的下午，同时段防疫记者会关注度似乎也跟着降低。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，跟大家都心不在焉哈。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小林同学在冬奥一战成名，场上杀气十足，大放异彩，私底下还是名超强学霸。身为辅大体育系大二的他，能文能武，多益考下710分高分，就连校内各大小活动 UBA 开球、校庆点灯，样样不缺席，完全没有球星架子，让不少网友惊叹：人家夺牌多益710分，我们到底在干嘛？甚至还有人说，这样接受外语访问一定没有问题。How long have you been waiting here?1 hour. 就连外国球评来台，他也能应对自如。19岁小将林云如冬奥亮眼成绩被世界看见，才刚升起的明日之星，经过国际赛事磨练，累积经验，必定能继续发光发热。记者林医生、张正明、周佩宇，宜兰台北综合报道。